口嘅，你嘅表妹佢两日冇先见师傅，不过我哋领住两日好嘛？咁我有表妹。自己屋企得啦，佢冇问我啲咩啊？你啲咩啊？今晚我同你聚下。男朋友啊？整啲好唔好啊？我知你同呢条靓好好感情，就等于放个炸弹喺身边，迟早会害死你。不知道你那行有没有假期的呢？大屿山有很多人入来度假。大佬昨晚俾咗嚿钱我。讲第二次收唔翻噶。我好快回来的。